我是慧茹，来介绍嘉义的秘境，叫鱼寮文化遗址。你猜猜看，我身后是什么动物吗？是羊妹妹。有没有看到小羊？应该是大只的羊吧？有没有看到羊妹妹啊？在台北看不到羊妹妹，在这边绝对看得到，因为它们是野生的哦。我至少看了几只羊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，哦，至少有八只，那边还有一只哦。而且呢，羊妹妹在配合我旁边的落羽松，你看，真的是这里的风景真是太美了。我们来近照羊妹妹，你看它非常的温和哦，你看它 ，Hello， 你看有没有看到啊？